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园子最美的时候。一个手在这里，嗯，哎呦，哎，对，这个手势就非常像你摘一朵棉花。我经常就在这时候就躺下来，就闻到草的气味，觉得就有点像洗过澡一样的。我是对这个月季有点微词，就是月季老开过于热情，你能感觉它有自己有一个秩序 natural、它给我们最大启示其实就是别太讲效率。陈老师是他原来一直做文学，然后呢他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身份，是陈山植物园的文学园长，所以呢他会出去寻找这个植物的故事。因为我其实喜欢乐器，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其实就是2020年不是大家都关门了嘛，然后那个陈山植物园的园长，后来那个园长就说反正你也出不去了，你来玫瑰园玩吧。然后我就去了玫瑰园，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人来教我关于玫瑰的知识，然后关于植物的知识。去年的10月份，我去美国西海岸 Huntington 是存了好多好多漂亮的月季。这是佛剑笑，是拈花微笑那个？不是那花，不是，不是，不知道是什么花，随便一个花，无所谓是哪花。它其实是唐宋时候的月季，佛剑笑。我那天一跟他讲，他特别讨厌哦，然后他马上说，哦，就跟佛跳墙一样。然后我说，俗气俗气。我后来想到，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也是在院子里种了好多这个月季花，应该是这种中国的品种。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住的靠车站很近，所以就等车的人都会过来看你们家里种的花。然后这个是 Huntington 的那个，哎，这你看这不一样，你看这是睡美人。你看是这样的，我这个对花的知识很浅薄，就我就知道有一种。比较简单，有一种比较繁复，我知道是，就是那个比这好看多了。这个是在河南找到的，因为它睡美人的意思就是它头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它倒下来，但是我觉得它最灵的是它这里有点粉粉的，就一个人睡着了，不是会脸上会很暖和的时候。早上说是不是也是这么低着头？就是低着头，它抬不起头来。这个是 Sacramento 的特别老的一个墓园，他们就发现了很多古老的玫瑰。后来就有一个老师退休了，请志愿者在整个西海岸找那些古老的月季，然后把它移种到这个墓园来。所以这个墓园后来就变成了世界玫瑰名园，因为它是古老的月季和古老的坟墓是放在一起。芷兰老师其实除了是作家以外，他对植物也是我们叫资深植物研究者，很厉害的。根本就我们谈完全谈不上，就是我是对这个月季有点微词。怎么讲？因为别的花呢都是开完之后就没有了，就是月季老开。所以他这个就是好像有点过于热情。我觉得这花应该是像樱花那种，是轰轰烈烈开完之后。一个礼拜你看不上没有了，这个花就谢了，应该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花败的时候特别难看，这个败相特别不好看。不好看吗？我小时候我就说我爸爸种的那个月季哈，我就捡回来，我看它花谢的时候，它就是那一半就是那个线条是很刚直的。我还说哎呀，这个柔柔的花它败的时候是给我一种很刚直的感觉。但是你如果在外边在室外你看那个，比方说这一片花里边有一个枯了，然后之后那个样子是特别丑，真的确实是那个就完全是那生命没有了，就所以我觉得它搁的墓地特合适，就是它特别能够显现出那种就是它死了。
白木香，重瓣白木香，紫心重瓣白木香，它那个花心是紫心的，只有紫心的才是荼蘼的妈妈。荼蘼就是咱们说的花开荼蘼那个荼蘼，开到荼蘼花事了，我就是这个荼蘼。我一直以为荼蘼是个程度副词，其实是一种花。我也就是荼蘼就是开败了的吧，啊，其实荼蘼是一个花的名字。等到荼蘼开花了，整个春花的气就过掉了，就差不多咱们现在这个时候。哎，还要再晚一点，再晚一点，再晚一点，到六月份，因为六月份我们的月季就已经全春花就谢了。然后就特别可怜，你可以看到等一下我们进去这么大的花，春花到了快谢的六月份的时候就慢慢就这么小了，原来是捧着的，后来就放在这里当戒指用了，都是自然规律。嗯嗯，咱们这个地方是月季岛，我看到这有玫瑰，然后它这个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玫瑰月季蔷薇有点傻傻分不清的，其实怎么分呢？就其实有好多是的确是分不清，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月季的花香是更甜一点，玫瑰的花香是更玫瑰精油一点，哦，就更香的更浓烈一点，大马士革玫瑰就炼精油那种。 对的，你闻，这是玫瑰的香味道，就是精油的香味道，淡淡的很优雅的，但是是精油的味 的味道对吧？对对对，哎，你等一下再去闻月季，它就是不一样的，好像感觉会刺激鼻子里面深一点的地方，是不是这个感觉？嗯，就是玫瑰是有果的，那这部分谢了，对吧？花谢掉以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它叫玫瑰茄。哦，你肯定喝过这个茶的。哦，这就是可以制茶的那种，就是你就把它泡成水，然后它就变成这个颜色，然后很酸很酸，哦，因为它有很多维生素 C。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就 Kew Gardens 里边的所有的玫瑰茄全部给小孩子，因为他们没有维生素吃了。哦，原来也是浑身都是宝。是的呀。还有就是你看它的刺，嗯，就月季的刺要少一点。玫瑰，你看这里有这么多刺，而且是倒刺。哎呦，哎呢，有干许多，它全是刺。月季的话，好像我记得那个刺是扁扁的，稍微比它对你然后一掰就掰掉了，它这个完全掰不掉的。今年咱们这个园子里的月季算开得好的吗？气候各方面怎么样？它晚一点，因为今年不是闰二月嘛，哦，所以它其实是两个二月，二月的时候玫瑰是不开花的，嗯，然后大家都在那歇着，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真的很好的，就你放眼望过去全都是花骨朵，哦，就全都这样支着，就等到哪一天太阳一出，然后嘣，全都开开来了。他们真的是差不多同时开啊。对，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看到了才会觉得它真的漂亮。你看落英，哎呀，这个地都不敢踩。对啊，我们就是美了，就把它扫扫起来，然后拿在一个塑料袋里装起来就好。这个而且看到了还闻到了，对，太陶醉了。这个是茶，就是茶香的月季。嗯，明白，一股清新的香味。对的，然后它就跟你刚刚闻的那个玫瑰的那个玫瑰精油的味道不一样，它更甜一点，它比较浅表一点，但是就是很清新。是的，非常。还有就是它很像东方人，就是你闻那个，如果玫瑰都开的时候，你很远就闻到它香味道。但这个的吧，就是你路过或者在什么地方，你突然闻到一阵，然后说哎，在哪儿？然后没了，就没了，清丽。嗯，哎呀，你也太幸福了吧？嗯，对，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呀。然后我们走这里，啊，这是我们的小迷宫，哇，就这个里面是曲径通幽的。其实呢，你可以从那边走，你从那边走就去了那边，哎呀，然后你从这边走可能就会去这边的园子里。就李商隐的迷路原味看花开是吧？明白。嗯，我最好的一个经历就是那天天特别热，一走进来因为这两边全是花，然后全是香味的。嗯，这地方就是让人感觉一下子换了一个世界。对的，对的。然后这个
这种红是中国月季的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颜色，在没有欧洲现代月季杂交的时候，欧洲的蔷薇没有这样的红，是叫 Crimson Red， 还有很多人就直接叫它 China Red， 中国红。嗯，是很中国这个红。哎，就然后它那个它的花心是一个涡旋的，一看就是叫百年好合。我们看看这年卡的爆炸月季，人家叫，人家叫爆炸，好吧。哎，这个名字一般都是怎么来命名啊？名字是谁杂交的？杂交的人他在杂交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他要把它弄成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是一个意象，他自己愿意或者纪念什么人，或者是对。我看因为有好多奇怪的名字，勇气，我看到有一个叫，对吧？然后有叫情书的，有的叫我的美人的，还有叫什么谁的初恋的，就各种。对啊，那个初恋还有一个，那个初恋的花旧旧的，它是要把它做旧的。哦。然后初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失去记忆，就是说你初恋已经忘了。失去记忆真好。哎呦，这个掉了。这其实就像是一个最短的诗，可以这么说吧。对的，对的，这个掉了。哦，这个可惜的，他要死了。我来教你剪吧。行吗？掰一个，真的。可以，就是我找一个我们应该要剪掉的话，怎么看？他已经开败了，哎，就是开败了。嗯，其实这个也开败了，他从心子里边开始不行了。他自然脱落之前，我们就要把它处理掉。对，应该是这样。你看，一碰到它，就花瓣全都掉下来了，对吧？是。所以就是，你要怎么找这个？那就你把一个手放在这里，然后一个手在这里，哎呦，那。这个就可以，就你不用使劲掰的，使劲掰的对它是有损害。你看这个地方。它正好是在要打开来的地方，对，有一点这个白白 的。哎，你试试看，这有刺吗？里面没刺。哎呦，我找这个，你找已经掉下来了，找不掉了，找不到，找不到。哎呦呦呦，没事没事没事。哦，它躲在这个里面，你看。对的，这样。那你捡这个。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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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的呀，是的呀，它就已经不行了。他们在修剪的时候啊，就是有的季节会要把它剪得很重，是吧？对。怎么剪呢？它那现在就是，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其实就应该修掉了。因为它已经快开败了，但是它仍旧在吃整个树的营养，所以你看这个就剪掉了，看到吧？然后剪掉其实为了让它开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了解的话，会觉得园丁是一件很幸福很温柔的事情，实际上有时候你要下狠手的，就是杀伐。我看他们剪花我肚子都疼了。但是只有这样他下一次才能长得更好。对的，对的，他是为了他好。你好，剪刀用一下下，用一下下就还你啊。哦，这个园艺的剪刀。哦，那谢谢谢谢。哎，这个是为什么可以剪了呢？这边他已经它耷拉下来了。他不是，他已经不知道谁把它给碰坏了。你看，哦，你看，它已经焦掉 了。对，如果你给你还能闻到香味道；如果不给你，它今晚上肯定死了。哎，是不是？你就好好闻它香味道。就这么短暂，多好看！这个里面一圈一圈。我觉得看这个花就不知道说它什么好了。我来帮你插横。我来帮你插横。那看到这个已经断掉了，整个上面是没有水再过得去了。它这地方已经黑了，所以你把它剪下来。哟，其实这个手势就非常像你摘一朵棉花。嗯。嗯，然后它就是比较完整。
这个花这个东西啊，我那天看了一个冷知识吧，哎，就说这个地球上有植物，哎，已经是就是一亿年前就有了，但是开出来第一朵花是几千万年前，就中国之间有几千万年是没有花这个东西的，只有绿色植物啊。后来开花是因为它要想把它的花粉传得更远嘛，是需要开出这个艳丽的东西来招蜂引蝶的，招昆虫的。它很聪明的，到晚上的嘛，它好多花是合起来的，因为合起来它能够保温，到然木全都这样子的尖尖的，我觉得它的这种求生存是非常的自然，你不觉得它掠夺谁，嗯，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花是非常非常治愈的，就觉得全世界飞机场都停了，全都乱了，但是不要紧，在这里就是它该开花的时候它是开的，就没有人看见它也是开的，然后你来看它了，你来的晚了，它肯定要谢掉，它不能等你，但是你知道它还会再开的，就告诉你有一种不变的规律还在。对的对的，那个规律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就你可能不相信很多事情，但是你可以相信它。他自己就找到那个点了，对，他自己会找的，你只要给他适当的力气就好了。我可以在这里找个工作吧？你要来给我当义工吗？可以啊。你想吗？可以啊。对啊，越剧很容易，越剧真的在北京种越剧是最容易的，因为第一个就是你也利用它这一点，就是因为你种一个牡丹吧，比方说飞半天劲，飞一年的劲，然后就开那么一点，然后一开始你赶紧拍照片，赶月底不用拍照片，真的不用给他拍照片，他老在那开着，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里种的花还是愿意让它常开上，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你会看清它，就这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但这个常开也是一个杂交的结果。对，常开是杂交的结果，蔷薇就只开一季，哦，就是野生的月季它并不常开。对，但是你买的那月季，家里种的那月季，它都是杂交的，都是杂交的。它就是月月红和月月粉，都是因为它每个月都开，所以才杂交进它强烈的基因，让它能够开。哦，所以然后你还不喜欢？不是，我是觉得这东西就是一方面你利用的，但是我稍微觉得它不够刚烈，嗯，它没有那种就是断然的那种离开。你要求多来，离开这事业的感觉，因为你开了之后，你大家都去赏花，没有很少有人说真的说是赏月季的，因为它不用着急，它还开呢。但是它开有错开时间吗？它，比方十二月以后。在上海十二月以后它就慢慢不开了，但是加州呢我发现一月份它还开，那个才是真的丑，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开了，但是它还在开，就是它那个花瓣上都是小泡泡，就是都连颜色都不均匀了，那时候就觉得就你就别挣扎了，你就歇会儿。其实玉兰也有这个败相，也是这样，但是因为它是一年最早的花，其实咱们可能对他宽容就不太在意，但是我因为一直工作跟他工作，我就会觉得挺心疼的，然后到，不是我这个话里也包含心疼之意，到夏天的吧，他太热了，然后他本来这么大的花啊，他就开成这么小，然后我去拍照片的时候我把它夹着，就像一个戒指这么大了，但是其实春天它开这么大呀，嗯，然后就是挣扎，就是你不忍心看的，你就想想你就别开了，它还要开的。所以就是文人都是在植物身上还要寄托情感，那每个人寄托的感受又不一样。嗯，就是这是很实用的，就是你真的说实话，这个花赏花，你确实是有一个，就是你跟它有一个缘分。嗯，那您介绍您还种什么？家里种有那个紫藤。紫藤也很漂亮、啊，非常紫藤非常漂亮。哎、紫藤我曾经到日本去看过，日本有那个紫藤园，利木县。
那个特别逗，就是本来那地方呢，通公共汽车，他把它取消了，就是不让人，不愿意让人来太多，所以呢，而且票价是一个固定价钱，到那儿根据你花开的状况来加钱。哦。然后呢，你每个人心里都是希望加越多越好，因为看到漂亮。对，如果是原价那就太惨了，就所以都是，所以那个紫藤确实是就垂了，非常漂亮。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植物爱好者，我只是觉得这东西它是一个跟我们有关的，我们是人，对，人跟植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尤其是比方说北京这样的城市啊，比方说因为这些年这城市都拆迁的已经基本上都不见了，原来的房子很容易就没有了，可是呢因为有一个政策可能保留古树吧，所以你经常会看见路边有一棵树，这棵或者有时路中间有一棵树，这棵树其实就是原来是一个住宅。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些植物它使你感觉到就是好像只有这个东西是能够长存的，其他的你想它本来只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附属的东西，但是最后那些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听了好难受啊。那他怎么办？他就别的都就他都没有了吗？是啊，就突然听了觉得很难受，就这个。那我是感觉还幸好还有古树在。对，我觉得这种植物其实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好像特别跟一个特别久远的东西的一种关系。就是叹流年，树犹如此。对，就是这事儿，就是什么古代人讲什么苔成柳什么不什么，就过去写这种诗书，其实这个在很古老的人就是这个感受，就是那个植物它的存在比人的存在首先要多，现在其实是比一个城市或者比一个建筑的存在还久远。嗯，你觉得呢？很灵的。嗯，哦，这个久远的不能说的是对的。是不是这个地方也从曾经是一个久远的东西，这个你说到他听见了震动震动。嗯，来给你看，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花。嗯，然后它在某一个程度上的，你看它，这简直以为是两种花呢。哎，对的。哦，这是同一株花。对呀。哎呀，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字，你看它，就是它的花瓣薄，对吧？秀气，那像会飞一样的，所以它叫蝴蝶。哦，明白。叫薰衣草，薰衣草，这个是薰衣草啊，用一种花来命名另一种花。加进去了薰衣草的味道和它的颜色。哦，月，这个花是可以随意调制的吗？对啊，它要不然为什么培育呢？就是它想达到一个什么效果都可以达到。对的，就跟人家调酒调一种饮料的口感，咖啡 跟调酒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培育一朵你可以就是你心里边的新的乐器要8年时间，它要一次次杂交，一次次杂交才行。哦，我那个美国乐器师傅，他从5岁开始喜欢这个，嗯，然后他到我见到他的时候是他71岁，到72岁，他培育了150种。哎呀，厉害了，一辈子是在做这件事。对的。那您自己命名了什么乐器？我没有办法命名的。嗯，我没那么大本事。哦，因为你得是自己造出来才对。哦，对。然后我们园子里有命名乐器。哦，我们命名了翻译家。哎，我先带你去看翻译家也可以。嗯，翻译家长得不是太好，蜜桃冰淇淋。这个像不啦？真是，他这个名字也可以很诙谐。哎，是有时候很庄重，有时候很诙谐。是的。嗯，它这个名字不一定说跟这个花长的样子有什么关系，它也许它会解释的。这是我的翻译家。哦，翻译家。然后它是连做的，就是像莲花一样做，就是扁然后开得多。它细长的枝条几乎撑不住盛开的花盘，恰恰就像翻译家在接手一部巨著初始时内心近乎绝望的焦虑。演绎得真好。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很喜欢拿铁。拿铁，它这个颜色好像，
它现在没有开大，它开到大正好是一杯拿铁这么大。哦，然后当中是，就是拿铁不是当中有带拉了一个花的嘛，它那个花心就是正好像它拉的花。有拿铁味道吗？有点甜甜的。有吧，有点甜甜。嗯，哎呀，这么可爱。是的，我们去看那个，我们去看那边。哎呀，我觉得可能培育月季是挺麻烦的，命名月季挺好玩的。那你不培育你干嘛想光想着命名了？那这是冰山。哦，这是冰山。呀，真好看。我第一次看到它哦，它真的开得很大，然后阳光这样照下来，然后你看这个部分就是被阳光照透的，然后从反面看是透过来的，就很像我在北极看到的那个冰山，是那个蓝颜色的老冰的蓝色从里面泛出来。所以说月季是不是一个就是这个品种它是可塑性很强呢？别的花我好像也没有听说可以变成这样那样各种。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月季就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大家都赋予它很多个人生活的印记，就包括查尔斯达尔文，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特别喜欢查尔斯达尔文，然后他把它就献给他，就跟它是不是黄的是不是绿的没关系的吧，是不是能看见从一朵花看见进化论也不知道。对的对的。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园子最美的时候，季节也好天气也好。 对还有就是到晚上，就你看他们开始关起来了。哎呀，天冷了，真的他们开始就是这样子了，睡莲就是到晚上这些莲花都是浮在那个水面上，就有点像小仙人一样，一对小仙人要来了。这个园子很神奇的。怎么个神奇？就到了晚上，我有一次是12点钟开始出门，就是夜游，然后就看到好多花睡觉了，然后好多花就是它就要保持自己温度的是不一样的，用不一样的方法，有的叶子大的对吧，是整个叶子不下包过来，像盖了一条被子。哎，对的，就像小猫的你说的吧，就里边，然后你把那个打开了一点，扒开了一点看看，然后里边的那个花的吧就坐在里面，你要扒着去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园子里边有1000多种鸟，然后鸟也睡着了对吧，然后我们拿那个手电筒一照，然后那个鸟有的时候鸟就醒了的，那个鸟就吓一跳就从那个枝上掉下来，然后掉到一半它自己也醒了，它呱的一声嘣就飞上去了。惊梦，你这个就叫游园惊了鸟的梦。很开心的。所以人家拍那个电影《博物馆之夜》应该拍拍植物园之夜，植物园之夜，动物园之夜也是很可爱的。对，还有黑天鹅，还有他儿子。他有一个这么小的，就是他的儿子孙子。天哪，但他觉得这个水面都是他的。他看到你有一个船来了不走的吧，就是那一队人全部都游过来，然后这样子你我驱逐你的，就想你要干嘛。我带你去看我们的老月季吧。好，石经的那个就应该在这附近，就是绿萼。然后这是我们的古老月季园。哦，绿萼。哎，绿萼看到这是一眼以为没有开花呢。没有，它开了呀。对啊，这是它的花呀。哎呀，这是它的花呀。这是石经里的就中国差不多最老的玫瑰种，是绿萼。它现在是绿色的对吧。你到它到秋天的时候天有点凉了，然后它就会更多的是这个颜色的，更多的是这个颜色，它会变的。它也发脆了已经。对的，这个就是要谢，这已经谢了。这是赤龙汗珠，我来讲你听啊。赤龙汗珠，然后你仔细看它呢。白白的里面，它没开的时候它是这个白白的是包着的，像一个像一个白色的珠子。然后它还有就是，然后它有这个有一道白色的，白色的背上。所以我从那个 Huntington 带回来的，我今天打开来我觉得我都快哭了，就它都已经干了，但是这一条白的还是在的，就让你把它认出来了。就像一个胎记。对的。
对的。那这是我们的月月粉哦，这个是做出伟大贡献的月月粉。对的，Crimson China 是一个，嗯，然后月月粉是第二个。过到欧洲，然后给现代杂交乐器就是巨大的优良的遗传。嗯，所以这一片都是中国古老乐器，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把整个这个地方做成那个古老乐器祠堂。祠堂？对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品种，而且很古老的，我们要把它放着让大家来拜拜，这种纪念堂。对的。然后我就想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高嘛，然后就是这种爷爷奶奶老祖宗都站得很高的，然后看了还这都是子子孙孙，就是都是来源于此的。是的，嗯，古老的品种是相对看上去简单一点，啊，小，但是它很经得看。嗯，我其实特别喜欢古老乐器的叶子，比喜欢花更喜欢。为什么呢？就它很秀气，你看每一朵都很秀气。这个小，对，这个，真的特别小。对，那个就是杂交的，对吧？大一点。对，嗯，你看一看叶子，你就看到那个叶子那么大。你看到这个小小的，你就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就你特别爱它，就是嗯。现代植物园，其实你刚不是说，哎，是不是随时来都可以看到花？这个是的，但是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花的律令，二月份先是合金樱开了，然后三月份吉野樱就开了，梅花也开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桃花海棠开了，然后到四月底五月份的时候玫瑰就开了。海棠和玫瑰当中有一个礼拜是芍药和牡丹开了，然后等到我们月季开完了，那绣球就开了。其实它是在布园的时候是按照自然的律令把不同时间会开花的放在不同的区域，就让你每次来都可以看到有花。就是你说现代的植物园是这样，就古代的时候可能古代没有植物园，就刚刚有植物园的时候其实是跟600年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的，要在全球找那个经济类的作物，嗯，然后种子猎人的，对的，是种子猎人先把猎的东西带回伦敦。但是这个时代的植物园其实不再承担去发现经济作物然后全球分布的这个使命了，它就是让你能够静思，因为你跟植物在一起了更容易想到那些人生的终极问题，就是你不想你，嗯，你是不是工资没加上，或者说是，你要不要再买个房子？你可能就不想这些事情了。您自己在这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时刻，静思的时刻？我经常有令我感动的时候，嗯，然后我会就是，那你看现在这个草地就晒，因为它一天是干的，人都可以上来走的。对的，嗯，对的，月采会让草长得越好。嗯。所以我们不怕踩的，我经常就在这时候就躺下来，然后你就闻到草的气味，然后你看天慢慢暗下来，然后你想想有没有一个更符合心灵的活法呢？想到过吗？想到过的呀。你可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你想过这个，你在从这个草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你其实觉得就有点像洗过澡一样的，就是精神上洗过澡了，不是很振奋的，而是很松弛，并不是像大家洗完澡然后喷上香水我要出门去拼命了，不是，好像就是我很干净，是这个感受，也不一定马上要做什么，是有点间隔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抽离了，你不需要你做什么。有1000多种鸟啊。对的。是不是平常感觉不管有没有什么心事一走到这里就什么事情都好了？
也没有什么事情都好了，其实你就把那个事情给忘了，对吧？嗯。然后等你出了这个门，那个车开始拐向市区了，然后那些事情还会回来。那你这到处看，觉得这植物都跑得比人还远呢。我要去找那个澳门有最后一个 nursery， 他跟着东印度公司的船去了加尔各答植物园。那个加尔各答植物园其实原来是一个植物交换站，就是在这个地球的这一部分的，英国人找来的，他们认为是他们没有的植物，都先在那里休养生息，因为接下来要穿过一个很大的大洋。直接带植物去，不是带种子是吗？没有，有像这个都是一个枝条。哦。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死得多，所以东印度公司专门有一种运植物的船，是他们发明了船上的暖房，然后拿玻璃罩子罩起来，让他们能够活得好一点，能够到达英国。看这些小花瓣，我一直在想，就有一支歌词叫《蝴蝶飞不过大海》，那这个这么小的花瓣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就它就真的飞过大海，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其实这个人跟植物关，其实还有一个地，就是南北的差别很大。嗯、其实你们是南方的来的，你们其实比我们跟植物关系要密切的多、嗯，因为北方有一个很长的冬天。嗯，比如你在广州吧，它其实到广东，你是感觉不到这个多少这个季节的变化，季节变化，它永远是开花，永远是这树叶子是绿的。北方呢，它就是比方说这个枝条上的芽苞，实际上在前一年的那个秋天的时候，它已经开始长了。它经过整个冬天，它越来越大，然后到春天它开花了。其实这个花，这个一棵树，比方活不活，你在前年你就可以知道了。啊，我们以为是一夜之间花满枝，没有，其实都是慢慢。你要是最冷的时候，它在积蓄能量。冬天是整个是一个孕育的过程，然后到春天它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到了夏天其实大部分植物都安静下来了。嗯，到夏天你看开花的。这个不是很多种，可是我以前我老觉得是夏天是植物最繁盛的时候，其实夏天是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它又开始准备第二年的这个时令，所以它其实你看这个植物里边有一个生命的那么一个流程，就是中国的文人跟植物的关系，就似乎他们都种点花。但是文人是很讨厌的人，我觉得我只是觉得就是他其实这个植物里边。你能感觉到它自己有一个秩序 ，natural law。哎，我觉得这个秩序呢，其实是跟我们的那个这个有些相像之处。怎么讲？比方说，植物也有一个生老病死，它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它该开花它就开花，嗯、该它枯，该死了。那怎么？你看那些现在用很多用种什么各种液体就维护。我们院里有一个人种了很多的那个桂花。嗯，这个东西是不能在北方种，对，北方种上海桂花啊，北方不能种，所以他第二年发现全死了，然后三四了之后，他就开始每个上绑很多那个小吊小树叶瓶，然后绑一年，我看他什么也没有。桂花，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桂花，我看冬天他们真的很大刀阔斧剪，对，枝全剪了。我说哎呀，这还能开吗？他说没关系，到时候他都长。北方没有，另外这个还有一个特别麻烦，就是这个树如果移动之后。第一年一定得把它花全剪掉，它才能够缓过。我曾经买过一棵玉兰，就是带花买的，当时有点舍不得，就第二它就活不过第二年了，就是它没有这力量。对，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剪花也剪得很凶的，在那个园子里边，到了十二月份以后，它整个树里边的营养系统就开始往根里边走了。你要把上面剪掉，如果你不剪掉，它就它那个营养下不去，然后它就到春天它的花就不会好。你让它剪，然后就让它睡觉，用那个肥把它堆起来，让它比较暖和，然后好好休息。它开花的时候它一定会开的，然后它要谢的时候，你不能够强求它干，它
的那个 law 不允许他干的事情。就是植物的体内的这种自然律让人觉得很治愈吗？不，我觉得不，我觉得不让人治愈，因为我觉得它让人感觉恐惧。哦，恐惧。为啥呢？畏惧，因为这个东西，这个自然律其实是我们整个命运也上面好像有一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根本不受你的控制，它有自己的一个非人为的，非人为的。然后你任何人，在这个自然律面前的努力，其实都是徒劳的。我觉得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人定胜天呢？我是说没有要胜天，我们想胜自己。其实我们根本没，那你肯定胜不了自己，根本想随着这个自然律。我本来一个人想说，杜甫说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其实这就是一个关于自然律的两句话，就是当你这个，当这个谁诸葛亮说受了这个刘备的托付，我准备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哎，你的花衰败的时候到了，你这个前面那些努力最后都白费了，什么江流石不转，什么一恨石吞吴，都是讲的这个事。就那一刻他看到了自然律，就我明白了，所以我是一种悲。对，就但是每个人其实都希望突破这个自然律，每个人都希望，比方说 我觉得就是宿命，是吧？不是，比宿命应该还高一点。有这么一个东西，有这么一个东西是你不能逾越的，你只能在这个范围里边你去做。那不是，你做过了之后，就我是学医出身，我是绝对是个唯物主义者，我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宿命的东西，但是我承认有一个自然律。这个自然律可以被认知吗？是可以被认知，肯定是可以被认知的。那包括你在一棵树前面就能够认知它。比方我们院子里边有，以前我种了一棵树，我就是一棵紫薇。紫薇其实严格说是不太应该在北京种的，是南方的吗？它有点冷。结果呢，种的第一年还正常开花，第二年突然繁花太厉害了，花开到什么程度呢？就一下一场雨之后，所有的枝条都垂到地上了。树是一棵大树啊，不是是很所有的，就是那花，因为那个花沾了雨水太重，整个这花趴这棵树趴在地上了，然后来了不知道多少人，那边小区保安都跑这照相了。然后第二年他死了，为什么呢？他开太多了，就跟真的，他就是这花自己不自量力，他真的开得太烦，没什么道理没有。第二年他枯死了。哦，那会不会是这个花知道活不到第二年，所以把所有的生命都打开来？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咱们很多那个文人啊，又说就是那种短，比方李贺这种人，比方说他活27岁，他死了27岁，可是这27岁的他那个成就吧，可能比一个。77岁的人可能成就还大，像流星照耀。对啊，就是王勃什么都是这种人，甭管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什么意外，但是你发现他的这成就吧，可能好像不是这个时间对他没有用，就是说其实他已经把这时间超越了。那我觉得这棵树其实也是这种事，就是他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这花得慢慢开，得悠着点，他把这全都开完了。我就想起来以前小时候读过一篇张承志写的文章，叫《天道立秋》，他就详细的说了，在北京就是立秋的那一天，就忽然天就凉了。他就很详细的说，前面就是热的不行，你就不敢相信天还能凉，但是到了立法的立秋那一天，站在街头就哗就凉了，然后整个的风也起来了。就他，我刚才所以问您天道能不能被认知，我就在想。也许你无法完整的认知，但是就有那些植物也好，天气也好，夸就告诉你自然。就是老子说什么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就是多大的风它刮不过一早上，多大的再怎么下雨它总有一天它会停，像循环的是这么东西，就是一个大道运行的那么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我们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大循环里边的一小段。那么你在这段里边呢，你最好的用你这一生。您是的，对，您在自然里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我觉得我不害怕它，就它其实给你一种安慰，就是当它低潮的时候，你知道它还会有高潮在的，那只不过你不一定赶得上这个高潮，对吧？然后在它高潮的时候，你知道它一定会往下走的，它是这样子一个涌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就是老子说那个
就你不必太悲，你也不必太喜。事越远，远越烦，就是这个什么东西大壮大大大大大到一定程度，它就走远了，然后它最后它才会转回来。它都是一些这个循环，只不过我们可能一生活不过一个循环，嗯，就对，还没到大约是我们就死了。我们的焦虑就在于不知道这个循环有多久，对，但是、这个、你不知道你处于循环的哪个部分。但是你绝对，它叫什么物壮则老，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凡是没有说永远强大，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一个事情是你永远占上风，永远所有这，所以他主张人应该站在那个弱势，弱的你等着那。早一天你能强，因为那强的那边呢，早晚他会弱的。那你能选吗？也不能选。就是你尽量居弱势，知白守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站在那个，你知道那个什么叫强，你尽量处的弱势，就是人别太强势吧，就这么意思、嗯。而且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它根本不管你是一个什么人，善良人也不一定长寿，恶人也不一定短命。其实就是老子说的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不仁，不是说他不好，是他一视同仁，他不偏私，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一样，所有东西都是这刍狗，就是祭祀用的那个扎的那草狗，用的时候把它供在那儿，用完了扔了，所对所有的都是这么对待，你是皇帝也这么对待，你是一个平民也这样。它是这个、其实也是最大的公平，对吧？对，它就是这、其实对您说这个对。如果从我讲，它最终它有一个公平。比方说历史上有很多的那种，强权人物，最后他最后他没谁也治不了他，最后他病死了。他比方说，我觉得这种像什么桓温呐、啊，等什么曹操，都是属于这种。你看桓温这种就成天着急，树又如此，就是他说的。他就他天天着急，我得取代这皇帝，可是那时间在那儿等着他呢，所以他最后他还是没熬过这时间。所以人永远是觉得自己未来路还很长，我要干的事儿很多，干了一件我还要干第二件，然后我解决这问题我还得解决那问题，最后呢就是只能是靠一个自然律把你制住了。那人的这个欲望冲动想要会不会也是自然律的一部分呢？肯定是，就是它本身就像一棵树一样，它到春天了，它开花了，这不就等于，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譬喻。有一个词叫秋行夏令，就是讲这个人到一个岁数，他干他不该干的事儿。秋行夏令，夏天行夏天令，秋天你应该行秋天的令，秋天行夏天令，那就不对。比方说有人愿意去做一些就是不是他的年龄该干的事儿，说这就成为秋行夏令，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它其实刚才我说的畏惧，或者您说的是安心，其实是一个意思。嗯嗯，就它都是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即使怎么努力，我们也没法超越的东西。就是科学，就是医药啊等这些很多的，就是这个发明啊，就常常让我最近想到一个词叫效率。嗯，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为什么会让人有点发狂，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我们有各种方法治疗这个疾病，交通工具也越来越方便，人活着却越来越不舒坦。好多时候是我觉得我们被效率这两个字在统治着。说的俗气一点，我们一个谈话节目，大家觉得它的效率是什么？它的效率是你能说出多少金句。但人聊天哪有那么多金句，人是一个很自然状态在交流。那比如说你写一本书，它的效率是什么？说能卖多少本啊，或者说花能开多少季，能开多少，就任何。然后你如果是一个人，你正常出生你读书啊，说你的效率是什么呢？那你就是在什么年岁该考上这个名牌大学，你是不是就有效率了？或者就一生的好多事情被量化计算，就都变成了效率两个字，就这个东西让我们非常的抓狂。而其实你说的自然律的这种符合自然规律，是在这个效率这个事儿之外的，是你看不见它自然运行的轨迹。它给我们最大启示其实就是别太讲效率。是，我比方说一朵花开，咱们就说这个，其实这个古代人就谈过这事儿，王阳明他们讲过这事。比方说一朵花开了，它真是为了让你看吗？哎，比方说经常有一朵花在深山里边，你因为你去你看了，空谷幽兰。可是咱们有太多知道这些花自己就花开花落，根本就不为你所知。可能一朵最美的花，然后没有任何人看，它开了，然后它谢了。比方说你如果你真能像一棵树，
或者一朵花那样的活过一生，可能那是最，我觉得可能是最幸福的一生。嗯，就是说我想开花我就开花，我不想开花我就不开了。然后呢，我该死了我就死了，然后我这个该长树枝长树枝，该什么着，这可能这个是就是古代人所谓庄子说那个道，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自然状态，其实是我们做不到的。嗯，但是我们多少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呢，就使得我们不用那么去造境。你说苏格拉底好，到甚至到尼采，所有的哲人给我们的提示都是站在一边告诉我们一些道理，然后我们人类在另外一边，我们该干我们，然后他给我们提示一点，我们听一点呢，我们就稍微的聪明一点，你不听你就也可以不听。我觉得他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作用。这个就是您说的，就是那个园丁跟您说的两个字叫等等。嗯，但是因为效率这个东西是最显而易见的，你一个工地的建设速度，一个国家的这个 GDP 发展，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叫个显而易见，是最能看得见的。而这个道，我们说自然律，这些天道运行它看不见，你只能等等。那但是我觉得这种植物学家这种园丁他们是很知道的。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嗯，就因为他知道他急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让它是一月份开花，它开不了呀，那你要怎么办呢？揠苗助长，就是这事儿。所以就是你们就这就是这事儿嘛，就古代人其实都讲过这些事情，对吧？有一个词儿啊，是就是日本的一个词儿，是叫物哀。嗯，这词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具体是个什么意思，因为所有人都在那说，我大概我猜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季节变化，这个尤其各种灾害，灾害上之后，他就由这个物的这个无常，体会到人的无常，这中间的那个情感，我觉得应该大概叫物哀。比方说樱花，我们看见它开的时候轰轰烈烈，然后很短的时间它就谢了，那么这就能想到一个人的一生。因为日本是个季节变化很明显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在北京可能就比较容易能比起广东更多能感觉到这雾霭，因为广东雾不霭，他老在那儿开着，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就是应该是一个就是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那个，首先是它的那个变化的一个感悟，嗯，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变化后边的那个无常，就是它这个变化是你没法控制的，它该像这个月季，它该谢它就谢了。这是你没法，你怎么给他打药，他也该谢。所以第二是这种无常，第三个呢就是它的短暂，比方说那种像樱花这种，嗯，就是它开花的时间非常短，还有它谢的时候还很漂亮，谢的是非常漂亮，它开的时候，而且开的时候没有叶子，嗯，而且这个花呢是有一个小小的挺，你看桃花是直接长的那个，它没有那个挺，它就风吹它没有这个摇曳之感，嗯，所以它有一种美，本身的那个颜色又是特别淡雅，干净、嗯，它整个那个格很高。这么一个人，如果是相当于人一生，就是人会活得很好的一生，嗯，然后又很短暂的一生，就每个人把握可能不同。比如你特别强调这种花落这部分的时候，你可能想到死。所以樱花其实是一种，很多人就从樱花想到死亡、嗯，可是你如果是考虑到它那个从开的那角度轰轰烈烈开的那个壮观，嗯，你从这角度的话，你就可以对那个生有更多肯定的意味。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那么一个情感。觉得樱花是一个，还有就是日本人的传统婚礼，嗯，也是一个。我在镰仓住过一段时间，镰仓有一个大宫，大宫前面有一个专门给婚礼用的，它其实是一个高台，然后他们婚礼穿的是白色和黑色，婚礼开始唱歌了，那个歌之悲伤，嗯，哎，他并不是说哦，我很快乐，你们两个人结合成一个家庭，他不是，就是非常的悲伤，你们从此要开始漫长辛劳的旅行，就是青春凋谢了。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它无情，嗯，就是这种变化是你不能左右的，嗯，
所以我曾经在这个日本有一个地方是一个悬崖跳海的地方，当年1950年有一对那个青年男女在这儿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用那个口红在那石头上写了一个字，然后他们就死了。后来好多人好事者呢就把它刻成一个石碑，他那地方叫做白滨，他说白滨的海啊今日依旧波涛汹涌。就是你这个我这么死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变化，就跟那个小京的那个东京物语结尾的地方，你看这个老太太死了，老头的家说天还这么好的天哪，就是不会为你说是专门给你下场雨或者给你刮个风给你来个阴天，它该什么样什么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刚才咱们谈到那个自然律，其实这个我刚说的最后一点其实就是对自然律的一个领悟。是的，这是我那一点粗浅的。你看这个很好，你看这个动物啊，它活一般是活下一顿，就想着我下一顿吃的在就该在哪儿，然后人呢老是做计划，5年10年不满百岁常怀千岁忧，我决定要活得像一棵植物，就是时间来了就开花，时间过去就败，不要去想它该来就来。我觉得就是你想肯定会想嘛，对吧，不想不可能，但是你知道该放手就放手吧。但是我还是冒昧说一句，不希望像月季。你不要这样子，这个枯萎的月季。来，你看这个，我希望像这种，比如说就这像这样的月季吧，比方活成这样啊。你还不如就算了吧。真的，我觉得这是。芷然老师永远叫姿势要好看。这活成这样，你们想想这事儿，我就觉得就是，所以我对月季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就是那当然，他那个太留恋于枝头了。哎呦，你不要骂他，来看这个。不是，是我是就说我是说就说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像这样的。优美。